花了。哇，你是敢拉满的，那必须的。电子茅台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开个私家车，你行？你行？你抢什么？你刚才说你抢什么？抢怎么的？你抢怎么的？你开个私家车啊？你在这你行？我你行怎么的？你行怎么的？有急事啊？你有急事？你开私家车啊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正常行驶，你给我吼什么？你安全带都没系，你怎么了？警察了不起？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辅警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叫来，来叫来，来来来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的吧？怎么的？啊？你怎么的？你咋怎么的？要活什么？啊，不要紧，我先熄了火，不要紧。怎么的？怎么的？老三女，你又忘了是吧？哎，青岛市前海大地，哎，来。不干什么，曝光，老百姓有监督义务和责任，怎么了？不行，行不行？行，啊，你这个态度还不好，警号也不带，安全带也不系，还逆行，问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知道了。那先把道儿先走开，来，把道儿先走开。我走。你们找一块儿看啊。都上车，先把路让。你开警车，你是执行任务，我可以给你让。你穿着警服，你是辅警，你开着私家车。你行，让我给你让道，态度还那么好。我哄什么态度的？你刚才说怎么了？刚才我下车是不是？怎么了？你还是怎么了？还不服？啊？怎么了？你执行任务没问题，开警车，戴警号，系安全带，拉警灯，开警笛，哎，怎么了？是啊，对，你说的对，怎么了？我的态度有问题吗？我没有违规，我没有违章。你要么你要警车带队，哎，你这样，咱先把这个路通开。全国人民上山，发现山上一个和尚都没有，所有的庙里只有几个保安，没有僧人。大家一了解呢，哪儿去了？全部被集中到池州学习去了啊！今年春节前陆续放回来，但是领头的那几个再也放不回来了。很多方丈的个人资产都超过一个亿啊！甚至我认识一个大师有11个老婆，还认识一个方丈有9个老婆。九华山佛教四大名山之一，这个项目我们公司给他做了5年多。这个项目对我本人的打击特别大，我用了一个词儿叫打击，因为做这个项目做完以后，我就再也不烧香拜佛了。因为你对中国的宗教现状啊做一个深入的了解，你会发现触目惊心。很多方丈的个人资产都超过一个亿，全国人民上山发现山上一个和尚。你跟我说。你跟小孩也回来跟我讲，我也那会有的话我都不想在心里说的。你说小孩这么小懂什么嘛？你当着全班的同学的面说，你们回家，你们不要相信你们的父母，你们上学是一分钱不花的，是共产党把你养活的，是共产党免费给你们教育的，免费给你们上学的，你不要回去相信你爸爸妈妈的话。你这样小孩以后还敢听我的话吗？还敢听父母的话吗？那我爸妈的话都是假的了。我儿子每次上学回到家，我都会问他的，问他学校的情况，他都会跟我讲。我都会问他老师今天教了什么，他都会跟我讲。你当着全班面的同学说，你们不要相信你们的父母，你们父母都是骗你们的，是共产党养活了你们，政府花钱不要钱让你们上学的，你就应该这样讲，说是你们的爸妈都纳了税，交了钱，然后。政府免费你们上学，你应该这么讲，你要不我就能接纳。你不能说让小孩，你不能说让小孩不感恩父母。你这么说，我的儿子回来就不会感恩自己的父母，觉得他上学是政府掏钱给你们上学免费的，不要相信你们的父母，
所说的话，是政府给你们上些免费，共产党养活你们。你说这个话，给小孩对我们是一种不感恩的感觉。你在船帮的红前面又说了一句，说雷锋是怎么死的？雷锋是那个倒车倒下来，雷锋去找石头顶那个轮胎，雷锋去找石头顶轮胎，找不到石头顶，拿身体去顶那个轮胎死了，把车上的人救活了，把国家财产救过来了。你这样不让学生去死吗？你这样教育小孩，让小孩去顶轮胎？我跟我儿子讲，哪里着火你赶紧躲，赶紧跑，生命第一，生命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雷锋是怎么死的？你百度上查一下。雷锋是电线杆倒车撞到电线杆断了，砸到脑袋死的，不是去顶轮胎。你跟小孩说是去捡石头顶轮胎，然后呢顶不住汽车了，然后雷锋拿身体躺在地上顶轮胎，那汽车把雷锋压死了。你当着船帮的红旗人面说，那你这样误导小孩，以后我怎么跟小孩解释？我没法跟小孩解释。在农村，我看你再发一个视频，我现在在农村盖房子，我没时间，我现在赶回来很累，我没这个时间，你知道吧？我要听人家师傅干活。我本来都不想讲的，我忍了好久了，你是逼我讲的，你知道不？我本来都不想讲这话。我儿子每次上学回来，我都一一问他了，学了什么呢？老师跟你讲什么呢？你要不喜欢我儿子，你可以这样跟校长提出要求，让我儿子转班。也有很多家长跟我讲了，说你不要说，你说了等一下老师整你的儿子。我说你敢？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，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，可增强免疫力，使疾病无法入侵，被称为万灵补品。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，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、白参、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六年高丽参为原料，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《东医宝鉴》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。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，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。另外，人参皂苷 RA、RF、RG3、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。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，燥火性质进去，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，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，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，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，是红参的6倍多，是白参的16倍。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，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